小蛮腰一镜到底第78次拍摄，我们开始吧。自暴自弃懒惰不起床晨跑，熬夜做家游戏不睡觉伤脑，没事就跑马感冒，只做白日梦，永远睡不饱。蝴蝶袖最讨厌，快回避烦恼。地心引力太重，不动很不妙。你说你知道，可是做不到。我决定出招 ，Let's go。角度完美无死角，爱莫发现爱看清。